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是于谦，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候了。上一期啊，咱们聊的是这个蛐蛐，就是鸣虫啊，鸣虫蛐蛐算一种，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种。一说起蛐蛐来，上期咱们说了，历任的皇上都喜欢，大人物都养，而且是风靡一时，一直到现在。聊完蛐蛐呢，咱们顺便咱就把鸣虫啊该聊的都聊一聊。我今儿想聊聊蝈蝈。蝈蝈是什么呀？您说您知道，别人未见得知道。这种蛐蛐啊、蝈蝈啊，包括油葫芦啊，也就是北方有，还不能说整个北方都有。再往北，天冷的那地方也就没有了。这蝈蝈呢也是一种鸣虫，我估计要在我这儿呢，它得排个前两三位。头一位就是蛐蛐，咱们后边就聊蝈蝈。蝈蝈也是上次咱们说那个，这名字也是根据它的叫声起的。长相呢比蛐蛐大，你说蛐蛐有人见过啊，大概也就是个一厘米多，两厘米左右。全身就是浅黑色啊，有的是那个深棕色、浅棕色都有。那蝈蝈就不一样了，蝈蝈首先它就大，它得奔着两寸左右，那大个的就得两寸多，就这么大个，通体碧绿啊。当然是有些品种哈，它也分很多品种，有绿的，碧绿的，好看极了。就跟假的似的，往那儿一趴。你像一般野生的那个，也有很多种类。你像我们平常玩的什么山青啊、草白呀、还有铁蝈蝈啊。铁蝈蝈就是色深，黑绿黑绿的，绿里边泛着黑，就那么一种。现在普遍玩的都是这种蝈蝈。像山青、草白，我说的这几种。现在上市面都很少有了，玩的不是那么讲究了，好像是真碰上人家好的那个养蛐蛐养蝈蝈的专门繁殖这个的人，人那还有繁殖这个都是有传承的啊，这家一辈子几辈子都是靠繁殖这种鸣虫，然后在市上卖，人家指着这个过生活，这有传承有手艺啊，人的家里边得要攒那个子，每年要留子，就好的那个品种留下那个子粒，然后每年留出来，第二年繁殖，啊，到繁殖季稍微一过了这一波，哎，这个子粒再留出来，转年再繁殖，这就跟咱们玩马呀、玩狗啊，留那个好品种当那个种，这是一样的道理，人家也讲这个。没准在人那个老的手艺人手里边还有这个好的品种，个大，色儿呢比较多，但多也多不过都大概都是绿色儿。那像那草白呀、那就是浅绿里边泛着白色儿。据老人玩这个的说，这些东西它的品种来自于地域。啊，这种地域不是北京、天津啊、东北。南方就不是这种大地域，它是比如说这个品种就在这个麦田里边，那个品种就在山的这个缓坡地带，那个品种呢就在山的这个缓坡地带，接近平原，又是野地啊，又是农田，这么一种混杂的这么一种地方。所谓蝈蝈它吃的东西不一样，水土不一样，才造成这么个品种。反正学问挺大。本身蝈蝈跟蛐蛐的生长的这个环境啊就不一样，蛐蛐它是在那个墙洞里头，砖头瓦块底下，草窠子里头，它是不见阳光，晚上叫唤这么一种东西。这蝈蝈不是，蝈蝈一般的都是在那个灌木尖上，你看这一个在地皮上，一个在树草尖上，大太阳晒着的时候，它出来晒来招阳光。它得像咱们人的那个取暖，站在尖上离太阳近，能直射过来，它得晒着舒服了，然后叫。实际上蝈蝈的一种叫啊，就是叫做吸引异性，为了繁殖，
叫的声越粗越洪亮，招来的异性越多，好繁殖下一代。其实说叫，这些秋虫大部分咱们说，哎呦，蛐蛐叫了，蝈蝈叫的，叫的真好听。实际上严格的来说呀，它还不叫叫。你说我养个鸟啊叫，养个猫养个狗叫，那都叫叫。秋虫的叫，它不是通过嘴，通过嗓子啊，通过这个声带震动啊，通过什么，它不是这种叫，它是靠翅膀的摩擦啊。您看它后背那俩翅膀了吗？您注意一下，它要叫的时候啊，它嘴不动，它是把那俩翅膀翘起来，然后摩擦震动出来的声音，是这么一种发声方法。咱们听着就说叫，实际上是这么发声的，不是通过嘴。蝈蝈每到秋天啊，站在野地里头，你就往山上往那望，就听着一片蝈蝈的叫声。你到那儿找去吧。一般人你还逮蝈蝈还不好逮啊，特别难，听着声你去找去，到那儿你就找不着。怎么呢？蝈蝈它，你别看站在灌木尖上，太阳晒着它叫，但凡一听这动静，它有一绝招，它一松着爪子呀，自己就掉到那个灌木根里头去了。哎，这是它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。哎，挺难的，逮蝈蝈，一般人不会的，你还逮不着。我有个朋友逮蝈蝈有手艺，一逮一准。哎，你说怎么逮呀？听见声奔那块去。远远的，他这眼神也好，见着灌木草的那个尖上啊，趴着这蝈蝈。他呢，悄悄的过去。他盯住了呢，慢慢过去带声啊，这蝈蝈就不叫了。不叫他也看见了。到那儿去，左手在底下，右手在上边。这左手伸在这灌木底下，正伸在这个蝈蝈的下边。这右手啊，在上面一晃悠。蝈蝈一看这影儿一动换，一松这爪一掉，正掉手上。哎，你要等它掉下去，你还逮不着。那灌木挺大的呢，它掉到根底下，你伸手还够不着。所以就得有这么个手艺。你说玩什么就得学什么嘛，慢慢研究，就琢磨出这么一套手艺来。蝈蝈养着它干什么呀？就听叫啊。你说蛐蛐养着它逗。啊，听叫有两种玩法，蝈蝈没有，没听说有人拿俩蝈蝈跟那逗逗蝈蝈，没有，蝈蝈就听叫，啊，你说这蛐蛐这是小名，大名人叫蟋蟀是吧？蝈蝈有没有大名啊？或者这蝈蝈就是大名了吗？哎，这您还真问着了，蝈蝈还是小名，不是咱说了吗？按着声音出来的老百姓起的，这还是小名。您说蝈蝈大名叫什么呀？哎，这一般人还真不知道。蝈蝈的大名啊，叫中丝，哪俩字儿？这中啊，这还生僻字，上面一个冬，冬天的冬，底下并排的两个虫字，在冬季非常活跃的虫子。其实不是，正相反。哎，那蝈蝈绝对呢是夏天、秋天活跃的。一到冬天就死了，怎么就死了？他过不去冬天，他就这命。你看，不以前有个童话故事，不是这么说吗？就说蚂蚁跟这儿非常勤奋的在搬运粮食啊，在劳动。这旁边蝈蝈站在这个灌木头上，就是叫啊玩啊。蚂蚁说：“马上天就凉了，这赶紧往家里往窝里置办点吃的，做做窝。”啊，眼瞧着秋风一起，冬天来了，天就一冷，到时候咱们好保暖，还生存啊。蝈蝈说：“弄那干嘛呀？对吧？这多舒服，赶紧站在太阳地儿，咱们一晒，啊，一唱歌，一玩，多舒服。”蚂蚁不听他的，蚂蚁接着干活。没过几天，秋风下来了，啊，这天也凉了，这个蚂蚁钻到洞里边，吃着人家储备的粮食。啊，在那儿一睡觉，把冬季就熬过去了，结果蝈蝈呢就死了，啊，这告诉大家要有远见，要有长远眼光，要勤奋，这是童话故事，这说的是这么个意思，
但是我觉得这故事冤枉蝈蝈了，蝈蝈人家不是想的不对，人家有自己的道理。怎么自己道理？按照自己的习性啊，你蝈蝈储备多少粮食，他也过不去这冬天。这开春之前准死。这怎么就准死？他就这么个东西，他这寿数就在这儿，而且他就是这季节出来的东西。您不信，问的养蝈蝈的，养的再好，再食水足啊，环境好啊，温湿度合适啊，都没用。只要一到冬天过去的时候，开春来了，来之前蝈蝈准死了，就这季节。所以那个是个传说。但是呢，老百姓喜欢蝈蝈，因为它有一什么呢？蝈蝈象征着多子多福。这怎么蝈蝈象征多子多福？哎，我一说您就知道。咱们老百姓平常有一句话，你瞧，这是什么呀？嗨，这是大肚子蝈蝈。大肚子蝈蝈，对了，您要瞧见过的您就知道，这蝈蝈的肚子呀特别大。你说公的还好，肚子也就是显大，站在那儿还挺精神，一蹦挺远。那母蝈蝈肚子更大，而且基本上往那儿一趴，肚子都贴着地。而且这个到繁殖季节一甩子啊，就甩那么几十个子，有的时候能上百，甩那么好几十个子粒。你像这人一看，嚯，这一生这么多孩子，那不是就多子多福吗？所以呢，老百姓也好养这个，他最起码是图个吉利啊。不单老百姓好养，就他只要沾着这么个吉利话，谁都喜欢。不知道您去过台湾没有啊？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边展出着这么一个奇珍异宝，叫翡翠白菜。这是咱们这个故宫出去的这颗翡翠白菜，全世界闻名。这一个玉底下是白的，上边是绿的啊，这些能工巧匠们按着白菜那个形给雕的，上边是叶，下边是帮，栩栩如生。哎，唯独在这白菜上，这个叶上啊，那个绿的上面趴着一蝈蝈。哎，人家就独具匠心嘛，对吧？蝈蝈趴在白菜上，栩栩如生，非常漂亮啊。同时又有这么种意思，叫多子多福。这是想当初一个妃子的这个店里边摆着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后来辗转，现在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我曾经去过，看过这么一眼。嚯，排大队呀，一个展厅里边，一个展柜玻璃罩子里边罩着这个翡翠白菜，同时还有一块那个长的那个特别像炖肉的那么一块石头，这俩在一块搁着，多子多福。哎，皇室皇家也喜欢这个，寓意好啊。到了秋天，弄几个蝈蝈跟家里边听叫，我倒不是为了多子多福了，我就是为了有这么个叫唤的声，哎，养着好玩。小时候我就养，不是现在开始的。小时候我记得卖蝈蝈的不像现在，现在养蝈蝈都是反季节。刚才我说过，怎么叫反季节？这本身是夏天的东西，您夏天到野地里头听起满都是蝈蝈叫唤，一到秋天啊，那只能是白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您能听见蝈蝈叫。为什么呢？太阳足的时候它出来晒太阳接点热气儿，它高兴了它叫唤。你真到早上起来或者天擦黑的时候，阳光一斜，冷气儿一上来，它就冻僵了，它就掉到地底下去了，该死啊，该让人吃啊，或者是怎么，这劲儿就快完了。这个真正蝈蝈活跃的这个季节是夏天。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养蝈蝈？要不然来说反季节吗？啊，你说夏天满山都是蝈蝈，你去逮个蝈蝈去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就到冬天了，外边也没了。那时候，人家真正的繁殖这个鸣虫的这个手艺人，人家在自己家里边繁殖出来的这蝈蝈，等拿到你这儿来，天都已经大冷了。不管是揣在怀里搁在家里边，外边北风呼啸，屋里一听蝈蝈叫，那才叫反季节养才有意思呢。
以前小时候不行，小时候养呢，就是真正在季节的时候养。那时候做这个生意的也都不是现在这种专门繁殖的这个，我们叫惯家啊，不是他们来繁殖的，那都是农村的那个想做点小生意的人，在山里边野地里逮的，一逮好，逮好几十、好几百，然后拿那个竹篾条啊，或者有的拿那个老北京叫熟家杆儿，熟家杆儿劈下来那个外边那层皮子，给它弄成小细条，专门编的这么个小笼。这笼多大呢？也就跟个大号橘子、小号橙子，就这么大的小笼，专门给它这蝈蝈搁在里头。这一下好，拿杆子挑出来，就这小笼得弄着好几百个，搁在肩上扛着，后边这好几百个这小笼子，呼，这也挑着跟小山似的背着。那说你不叫他叫，他不叫那个叫，哎呦，这好几百个没有不叫的时候，这响成一片，走到哪儿叫到哪儿，走到哪儿叫到哪儿。这买卖倒好，不用吆喝，也不用打广告。一走到哪儿就知道，呵，卖蝈蝈的来了，这小孩们就赶紧往出跑，管家大人要钱。哎呦，卖蝈蝈来了，我就买一个去，也不贵，几毛钱一个。我小时候大概是一两毛钱，给他，给你从上面摘一个小笼来，给你拿上去玩去吧。这就算卖一个，小孩拿家来挂在哪儿，甭管白天晚上一叫唤，家大人烦。那时候好家伙，这大晚上本身这夏天就睡不着觉。啊，这夜里两三点了，好容易这个暑气下去了，刚睡着，他这一叫唤又给吵醒了。小孩玩呢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那时候小孩的一个玩意儿，搁在家里边，你说吃什么喂什么，糊喂，实际上现在这蝈蝈喂有讲究着呢，啊，什么蒸熟了的胡萝卜呀，八成熟的米饭呀，再加上给点面包虫啊、羊肉条啊，或就还得精肉。沾一点肥都不成，讲究极了。那时候不讲究，为什么都成？什么白菜帮子呀，菠菜叶子呀，胡萝卜头，苹果核，剩什么就给什么。那蝈蝈也是，它在野外也这么吃。那时候我就记着，就是赶紧啊，说这个得喂葱。怎么呢？这小孩不懂啊，也不是哪儿传的这么一个，说这蝈蝈得喂葱。啊，他一吃葱他就叫唤，说怎么一吃葱就叫辣呀，葱辣，一辣的就辣的就叫唤啊，你以为人呢，一辣就叫唤。哎，小孩也不知道哪儿听来的，那时候就都是买了那小笼里边一小蝈蝈挂在哪儿，就管家大人要葱，我说来葱啊，我喂蝈蝈去。好玩，但是呢好玩会好玩，这中间也有一个上当。你说这买个蝈蝈一毛来钱还怎么上当？嘿，那人家做生意的人懂。还有一种秋虫长得跟蝈蝈差不了多少，你要不仔细分辨呀，根本分辨不清楚。这还是知道蝈蝈长什么样啊？那要不知道蝈蝈长什么样，对他那个长相稍微含糊一点的，您根本就分不出来。他只不过就是那个翅膀稍微的比蝈蝈的翅膀长一点，翅膀长点那不就长长了？不是，蝈蝈的翅膀永远是在它肚子，就是后背的上边，它绝对不会超过它的屁股去，那个不成。前面脸啊、身材各方面长得都跟蝈蝈一样，就是它的翅膀比屁股长，超过后背的那屁股那尖了，飞得好，也能叫，但是叫的声啊就不行。这怎么不行啊？蝈蝈也是叫，它也是叫，能差哪儿去？哎，所以说人养什么还都是有讲究的。您看所有养的东西，它都是不管叫上声大小，它都不吵人，有一种韵律在里头。那个不成，叫上吵人，哎，你怎么听怎么烦，听得心烦意乱的。所以那个东西呢，知道的呢，以前老百姓民间管它的起个外号就叫叫驴。你想那叫驴那声儿得多闹得慌，他就那么闹得慌，管他叫叫驴。呵，你要买着那个，那就算上了当了。啊，你说那个吵得大人睡不着觉，这个吵得街坊邻居都睡不着觉，声儿还大，还烦，还乱。
整个这个夏天这个夜里本身就心烦意乱的，浑身燥热，起急睡不着，再听他呀非得打孩子不可，就那么闹腾。这是蝈蝈。这实际上啊，养蝈蝈养蛐蛐包括油葫芦讲究多极了，有钱人讲究，没钱人将就。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都是将就的玩法，看看怎么玩，是吧？啊，弄一小蝈蝈，弄一小笼子，喂点葱叶就喂了。这真正讲究的呀，特别讲究。咱们中国人就是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，对啊，玩也是，怎么细致怎么来。所谓的人无我有吗？你说蝈蝈，那我就找那个稀有品种我玩。另外，蝈蝈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笼子，啊，这个葫芦这个罐儿，那也是分很多种，特别讲究。今天咱们聊了蝈蝈了，改天咱们再聊聊器皿，拿什么养蝈蝈。